身躯边，也只有天伦之乐，兼一个期待，爱倒转你啦。为何你怒气冲冲，拒绝的爱落这个罪名？一日光荣太子，你来光荣我，到底？到底咱的囝儿是有做什么错，犯什么错？你来这个承诺，一点啊未见结婚都无留，要惦记爱落车的性命啊！夫人，你讲，老爹讲好水死去啊，都无你啊亲生囝无子，你有心无？你敢知道我偌济机会予伊？有几个讲？外面的所在跟我挥挥三尺，首先吓死灵王三太子，佮佮丢良心。灵王来到这跟我放刁，伊要用上帝面头前去造作事，想不到这个业主跟我欺骗，伊佮伊自己去佮伊计算，得佮伊要求，希望灵王会当了事，伊竟然不是。我叫人去做一个老爸，我这个该做多体贴，安怎解释？爱生出世，伊比般人比到地位相传，今天也做差犯错，我买有一半的责任，用太子已经死啊！平安，我知影，你的承诺是讲你着龙王，人怒放回头，一时间龙王无度谅解你，你是爸仔仔，我求你，囝是咱的，好龙受疼，无将囝疼吃落吧，老爷，我拜托你，让我甲你求情，给一个反省的机会。希望要吃性命，等待灭亡，让我的人较落的，囝不是，你甲我阿母，才亲身来去东海龙宫，该找的嘛不是，也来龙太子的代志，咱只够破事办事，阿能捡解你到底，在你的面头前。害死囝的性命，人生也真艰苦。这个情形我会当了解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来接作家，我做又要跟你交代。我猜你个性真冲动，今日袂用了，外口的所在我了是非，好好待在厝。你竟然不听话，无出门便罢，出门甲是社会了一堆，你叫什么人甲你收山？我跟你讲哦，从今以后，若不准我和你出门，你袂用跟我出门，下次你来跟我离开，你我从你们房内干了，来带你娘过来，来啊来啊，老爷，我跟你讲。做你的三公主，也要见到那个当家的所在。阿叔，我若无叫你放出来，如果你阿叔做是非，叫你放出来吃，我唯一是吗？我怎样？我你我不阿叔，你娘啊！对，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夫人，老爷，一个囡仔变个仙子，人讲仙子压手。性格是个不好，落车这个个性真了真冲动，你就要好好甲伊鼓励，有时安尼甲伊提醒，下次你也甲伊性格无呀。可怜这个囡仔是真歹教。天下父母心，每一个世代人疼囝拢是母